创新是压力，更是喜悦。创新是时代变革的必然要求，更是上海电器的内心渴望。创新的基因从成立之初与生俱来，让我们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，创造中国与世界众多第一。创新的热情在市场之中发展壮大，让我们横跨能源装备、工业装备、集成服务三大领域，以中国智慧应对世界共同难题。上海电器的创新是对梦想的突破。作为全球最大的火电设备供应商，我们不断突破等级，创新技术产品，向更高效率、更低煤耗、更低排放发展。从300兆瓦、600兆瓦到1000兆瓦等级火电机组，从超临界、超超临界到620度技术，再到二次再热技术，不断刷新煤电效率的更高纪录。自主生产的大 F 级燃气轮机核心部件，引领燃气发电技术前沿。作为全球集中度最高的核电制造基地，中国最早涉足核电的企业之一，上海电器的核电制造技术覆盖二代、二代加、三代、四代核电。产品占据国内43%的核导主设备和33%的常规导主设备市场，几乎覆盖中国所有核电站。作为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一线成员，上海电器具备领先的整机、叶片、控制、塔架自主设计制造能力。从陆上最大规模风力发电机组与复杂多变的海上风电，上海电器不断提升风电效能，提高应用难度，现在位列海上风电中国第一。作为电能的高效传输者，上海电器覆盖500千伏及以下输配电产品各个领域，以优质的输配电设备将电力稳定持久地送到千家万户。作为一个多业态世界级制造企业，上海电器的电梯全球超60万台，以20.5米每秒刷新世界高速纪录。空调压缩机以过硬品质占据全球1/7的市场份额。我们提供固废处理、水处理、分布式能源等环保领域整体解决方案，具备大运量地铁列车、中运量有轨电车的整体制造维修能力，并以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轨道交通双信号系统保障地铁繁忙运行。我们更有机床、电动机、航空装备、前瞻性能源装备等众多产品，全力推动社会发展。上海电器的创新是关联更多可能。我们的竞争优势正从设备制造向工程总承包、设备总承套延伸。上海电器的电站工程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国内外电站工程已达61个，装机容量5120万千瓦，名列 ENR 全球最大250强国际承包商电力行业第9名。输配电工程从1992年开始进入国际工程总承包市场，输配电 EPC 工程和设备成套项目遍布世界众多国家地区。我们以全生命周期模式不断拓展产业领域，上海电器的电站节能成套改造、环保成套改造、运行维护、机组检修，让火电机组运行更优化、节能、环保。智慧电梯可在第一时间完成故障远程诊断，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传输电梯健康状况。
工业智能云平台，可为电厂、风厂、环保等领域提供远程监控、数据存调、故障预防、快速反应、集约运维。上海电气更以产融结合的商业模式，为客户提供设备租赁融资、项目融资等服务，为产业发展开路护航。上海电气的创新，更是对未来的发现。我们发现生活需求的变化，在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，创造更丰富、更优质、更可续的绿色能源，满足人们对更舒适生活的渴望。我们更发现明日市场的方向，沿着国家的世纪战略，大步迈向一带一路的广阔空间，让上海电气的市场、产能、创新走向世界。突破，让我们优质成长；关联，让我们聚合力量；发现，让我们机遇宽广；创新，让我们与创造者共创未来。